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种子超人。来到2021年的尾声了，这一年大家过得好吗？虽然持续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很多活动都赶不线上了，但我们可说是学习不中断，信心不打烊，贡献社会不打折，非常认真的在打拼哦。看到美丽台湾的情景，也让我非常的感动。今天呢，特别约了一位好伙伴，一起来回顾今年的胜利成果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晨星。这一年没办法和大家好好见面，但是透过丰富多元的线上活动，也让我学习到很多。在疫情期间，也更有勇气面对各项挑战。8月份的时候，我也通过了第一阶段的医师国考。在专业学习与信心生活上都非常的充实。今年日联大圣人运输全集文白并列本也出版到第4册，透过浅显易懂、贴近生活的内容，在全台各地都掀起了共读的浪潮，加深对妙法的确信。我也更喜欢读运输了呢，真的是天天读运输，一定不会输。透过各项线上活动的举行，也让未来部的小朋友们到多宝的阿公阿嬷们一起快乐的学习，感受创价的温暖戏伴。大家有参与到 SDGs 希望与行动的种子展吗？从2020年开始，我也跟着创价 SDGs 的脚步，在全台各地的会馆讲堂以及各大学推广展览，响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。 今天我们还是学生接受这个资讯，那未来可能10年后20年后，我们今天可能是一个管理阶层，是一个工作老板，到时候我们再把 SDGs 这17项任何一样做结合，到时候可以去影响可能是上百人上千万人，那绝对是一个大反转。也进入中小学校园举办行动展览馆，期盼爱护地球与永续发展的观念能升植到下一代的心中。这段时间我也与大学会的伙伴们一起思考要如何在生活中展开 SDGs 行动，期盼大家能够为了永续发展一起来行动哦。从一开始，从新出发。趋缓之际，在各地的艺文中心也恢复展览，文化寻根建构台湾美术百年史系列展览，在明年也即将迎来第20个年头。深受师生喜爱的行动美术馆也要满10年喽，创价艺文展览深受各界的肯定。创价与教育广播电台合作制播的《报道美术馆》，今年更荣获了第56届广播金钟奖、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，非常恭喜主持人阿电高修嘎兔道林。报道美术馆，恭喜！内容丰富，双主持人互动对答方式，主持人具有艺术史专业，风趣活泼，使用台语流利清顺，吸引听众领赏。在全体会员一体同心，秉持池田先生要成为一个好国民、好市民的奋战精神之下，台湾今年连续19度获内政部颁发宗教公益奖，22度获颁全国性社会团体公益贡献奖金之奖，再次谱写出辉煌灿烂的广播史。佛法论胜负，让人最振奋的是，许多会员落实信心及生活的奋战。突破逆境，在各自的舞台奉献专业，展现胜利的实证。今天我们也特别连线，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。嗨，我从2011年就被美国排名为世界管理会计百大的管理会计学者，那也是亚洲唯一被排入的1名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深深的感觉到真的是一本尊的伟大才有这样的结果，也让我能够因为这个排名能够做
世界广播的第一步。那之后我获奖无数，我深深感谢这些奖项有非常深厚的意义，因为弟子的胜利就是师匠的胜利。那在十年后的今年，我又得到了美国的教育家奖，这是对我在细心36年来长期决意世界广播誓愿获得第二步的证明，也是我跟玉本尊跟池田谦的誓愿很重要的起头式。这一件事情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那我很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继续的以信心为根本，能够做到100岁，把台湾的管理会计推向国际舞台，让世界看到台湾管理会计的繁荣发展。这个很有趣的是，去年呢，国光剧团在为我虚岁60岁的时候出了这本《一生千面》，非常巧合的也是7.3出版。当我获知这《一生千面》这本书获得了第45届的金鼎奖，那么内心是非常的兴奋开心，那么当然也深深的感到福运满满。以往都是表演类奖，那么这一次呢是著作类，我呢与国光然后跟台湾的关系，然后也跟着台湾本土的一个成长过程，所以也是代表的传艺中心、传艺家族。当然在这一刻我获得这个奖项的时候，那么希望能够因为这个书的出版，更多的挑战呢让我去迎接它，为学会争取更多的荣耀，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。那10年前我同样以演员的身份入围了台北电影节，那时候因为有些业内人士都觉得我有机会可能会拿奖，那后来我就是一个奖都没有拿到。10年了，那这10年我经历过无数次，就是甚至上百次的试镜被刷掉，每一次都是透过信心跟家人与伙伴的力量让我撑了下来。今年呢，距离我第一部电影长片正好满10年，那我觉得就是题目的力量非常不可思议，我今年就是有机会可以站上舞台，好好的感谢池田先生跟创家学会。每一次当我感觉到快要被忧郁的情绪跟不安全感所包围的时候，我就会再次坐到玉本尊面前去唱题，然后又让我就是兴起了很大的力量。那未来的话，就是我希望我能够站上更大的表演舞台上，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位就是带给同样是内向者的勇气与力量的表演者，甚至是编剧或创作者。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跟态度去完成这一件案子？陈生有说不输比赢更重要，对我自己来讲，不输是什么？不输是过程。当初开业的时候曾经有发表过这样的体验，就是说一定要能够以信心为根本，对社会做出贡献，希望自己的案子都能够让使用人都能够幸福。在开业这10年来获得这个奖项，对我来讲就是说重点还是在于这个过程，面对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，业务来源的不稳定，以及跟业主这样的一个沟通，还有工程实务上的这样的一个困难，如何一一去克服？因为那一点一滴的累积，最后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那时候心里面想的就是说，我终于可以跟我的人生师匠池田先生来报告，先生，因为有你的鼓励，我胜利了。10年磨一剑，看见前辈们奋战的身影，真的是好感动啊！能鼓舞人心，为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做出贡献，这就是宗教的使命。在疫情期间，除了这些丰富心灵的活动之外，广部的硬体建设也加速进行中。今年3月迎接宜兰文化会馆崭新落成，中心会馆的重新启用，最受大家期待的高雄文化会馆创价美术馆即将崭新落成。如今创价人才辈出，广部保城一座又一座的矗立在全台各地，成为创价贡献社会、实践文化、教育、和平的发信地。咻咻咻！哇，原来2021这一年我们也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。 Hello 陈星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呢。
没错，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哦。看到活力满满的种子超人，让我更加充满了希望。在这迈向台湾广播一甲子的时刻，为了下一个60年的大发展，让我们再次展开扩大对话的大浪潮，请全力培育青年，立下崭新的决议，奋勇出发吧！挥洒汗水与热心，立体同心胜利，欢喜明朗地向前行，向前行。